那边那边。妈，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坚强一点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妈，如果……啊！怎么了？这蚯蚓，小春，你快处理一下。妈，我也害怕蚯蚓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害怕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不想做的事情就推给我，从来都不会考虑我到底能不能做，想不想做。你是我妈，难道不应该是你来照顾我吗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躲在我后面？为什么总要我来保护你？你才是妈妈呀，该你保护我才对啊。小船呢？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什么都不用想，你只要无忧无虑的躲在别人身后做好人就行了吧。我呢这怀呢，我要担惊受怕，我还要听你爸。小春呢？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坏人的话，你才是那个坏人，你才是，我讨厌你，小纯啊。局长，顾艾斯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不好意思啊，局长，这次麻烦你了。嗨，没事，这个啊，不是鉴定结果，只是这案子的鉴定检查清单，结果还没出来呢。你先看看这个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给你打电话。行，谢了，局长，可得请你吃饭。嗨，吃饭就免了。哎，老实交代，谁派你来的？就一个朋友，韩一彤吧。你怎么知道？除了他，谁能指挥动你啊？我也是图个清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塌风起来，多可怕！嗯，是，上回毕业给我吓一跳，是吧？简直就是个女神经病。其实吧，也挺可爱的。可爱？学长，你之前不是说她对你性骚扰吗？最后还吐了你一身，这叫可爱啊？是挺可爱的。毕业以后吧。再也没遇上过像她这样的女孩了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档案里吧，有一张纸条，上面有我电话，还有我想跟她说的话，你帮我给她，让她有事啊就给我打电话。走了。啊啊啊！想对她说的话。